看了吗？318对自行车还是非常友好的，非常友好的啊！不光是318对自行车友好，这个大车是吧？这一路机动车、大车、摩托都对自行车非常友好，感谢吧，谢谢大家伙儿啊！群歌故里，欢迎你。吃东西尽量少说话啊！这含了一块糖啊！现在海拔3156，慢慢的还得让身体再慢慢适应一下这个海拔啊！看人大车都给你留出量了。看这图，这图很重要的，这个导航图啊，导览图啊，看一下，康定旅游线路图。二郎山我们过来了，泸定桥泸定，然后瓦斯沟啊，孤山镇哦，这下面啊，康定是这个泸城街道，然后呢下来先上折多山啊，折多山这样过来了，新都桥川藏南线啊，行，走，我们继续看看图，反正大概脑子里有这个印象啊，大概有一个轮廓。2865，哎，树枝自动给你让开，你能看到这个路牌路碑啊。车道，好，先到这儿这段。